迎大家来看电声，今天我们的监制他是大哥黄立成，怪兽周彦祥，这是蓝色是网络听不懂，红色就被别人画错，然后深蓝色是怎么样？欢迎大家来看电声，这个是著名的榜单，是怪兽周彦祥担任副店长为大家服务，欢迎大家来买电声的电影票。大哥黄立成及怪兽邱彦祥，为大家看第一店长的特别活动，为大家到柜台上线购买电视的电影票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你真的很棒，真的刚好。哎，稍等一下哦。谢谢。为大家特别拍了拍一下。在瞎吼，你自己把这些名字讲出来。没有客人哦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怎么讲？有人走啊？没关系，我买票。是当一日店长的感觉怎么样？卖票？还蛮有趣的。然后那个系统，其实要真的很熟练才可以操作很快，对，还蛮好玩的。啊，因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做店长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这一次让他享受。对，然后他在旁边当 supervisor。我做那个survey， 我有问一下，是第几次看呢、啊？还蛮多人是第二次看，然后我很开心，他们都说他们带新的朋友来看。然后希望这个口碑，因为国片就是靠口碑才会卖。对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看过的觉得不错，可以赶快去跟他们朋友讲，然后带他们一起来看。觉得我们很紧张。紧张。Maybe 有了，还是会有一点紧张。我是刚睡醒，所以Maybe 他们把我刚睡醒的态度以为是紧张。我还是会紧张啊，因为那个操作的那个怕说会动作太慢，会让人家不耐烦。每次第一天上新的班还是去别的新工作都会紧张。对啊，对啊，第一次在戏院打工，对，其实我打过很多次工啊，戏院是第一次。我也打很多工。年轻的时候，当过烤面包的弟弟啊，他说他老板要包场，但后来说因为我们不是葡萄级，对对对，很可惜，后来他们本来可能买60张票，后来只买30张票。对，本来是说他们老板本来是想要带让员工一起带家人一起来看，但是因为我们片子是葡萄级，所以就比较残念，没办法，所以就买了都是成人的票这样子。所以有一些，我觉得应该一些公司老板也很想支持国片吧。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片子应该还真的是很有这种正面的力量，所以才会让大家看了之后还会来再看一次，然后要分享给大家这样子。对，谢谢，谢。